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汽车迷，汽车从小大声啲。A person who likes cars， 汽车迷，从小就喜欢汽车。我不但买了，大声啲，很多介绍汽车的图书，汽车的图书，还收集了指住不少。汽车模型放在客厅的玻璃柜里，每当朋友到我家时，我必定会向他们逐一介绍我的挚爱。今天爸爸带我参观了一个汽车展览会，这个汽车展览会展出了世界各地的汽车，真令我大开眼界呢。每款名牌汽车的造型相当别致，颜色也很鲜艳夺目。当中最吸引我的，要算是那些设计先进的车子了。他们有的造型古怪 strange， 有的不用汽油就能跑，死物太耶跑，有的更少得只能容下一位乘客。爸爸